梦回场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首大唐，对战方的话是一首神木林，对战方起一首蜜乱。观战方大唐踩塔，观战方拉一首红孩儿。这首红孩儿的话感觉有点脆啊。观战方继续拖，对战方风卷残云一手，风卷残云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高啊。大唐的话 PK 招数能用的很少，破碎对战方的一个宝宝。对南方宝宝贴一手，对南方清宝宝的一个能力还是太强。对南方不断的卷过来，观南方一手破血，对战方继续贴，观战方出一手漫天，打掉对战方一只魔化童子。观战方前期通过不断的一个平 A 触发漫天，给自己叠伤害。观战方人物残血，观战方继续选择破碎对战方蓝，这个法师的一个蓝还是非常高，配合着对战方的一个高攻，观战方人物倒地。对战方再次守尸，对战方触发一手血祭。对战方直接选择点杀观战方的一个人，观战方人物再次倒地。这样的话观战方起来的话还是有点困难，对战方不断的去守一个尸体，观战方宝宝的一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。观战方起来人物后发一手去点对战方的一个人，对战方再次利用孩子贴一手，观战方场上宝宝全部残血，观战方力劈选择去点对战方的一个人，但是点不动啊。观战方十九回合甩出苍穹巨剑6200，这把巨剑的话不足以致命。场上来到第20回合，观战方继续甩巨剑，观战方前期的话是生散巨剑，两发巨剑13000，带飞对战方的一个小朋友。对战方宝宝全是这种高鬼魂的一个宝宝，对战方继续选择出配速，这把比赛一时半会儿还真结束不了。
怪蛋方单点8000多，怪蛋方人物再次倒地，这个时候孩子宝宝选择了逃跑。